莫名其妙的约我跟一群小妹妹吃饭，之后突然玩消失，算了算了，他不来反悔挺好。好啦，今天大家跳的特别棒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吧！想不想吃水果？想。走。晨晨哥哥怎么了？他动作错了好几次呢。 我们每天都要跳的舞，干妈竟然上下左右都不分。对哦。晨晨，怎么了？曹叔叔，我干妈她不最近她最熟的舞蹈都跳错好几次。 你们是不是又淘气了？你怎么也不最近，播放下鸭子。算了，你们在幼儿园乖乖听话就好。叔叔今天要工作，先挂了。哎，代言人合同谁决定的？ 宋总，是我向公司推荐了金希晨小姐。为什么？我们茂林经营模式更加时尚，世界冠军与我们定位并不符合。可是金希晨有足够的含金量了，茂林是他夺冠后接到的第一个形象代言，对于我们企业的形象，那是大有裨益的呀。秦总监做事唯利逢喜，现在做决定不需要经过我的意见了。是这样，宋总。 您的电话整整3天都没有打通，为了抢占金星辰回国以后的第一份合同，谢总开启了特事特办，召开了股东大会进行表决，大家都是为了茂林好嘛，相信宋总一定能理解的。嗯，理解，当然理解。秦总监，辛苦了。但这件事要落地，还需要集团内部的人来对接，宋总，是否有人选呢？ 要不您亲自跑一趟？如果让记者先拍到同框，再官宣代言，这样的宣传力度更大呀。对呀。我去吧。宋总性格比较低调，我正好跟金小姐是故交，我去合适。那太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 皓月，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啊，给我吧。我给你做碗好吃的，我去给你取。哦。月月，回来了。啊，快快快，坐下，叫我。石乐已经在厨房忙了2个小时了，煲汤等你呢。哦。本台消息。 我国选手金希晨以10:5战胜传奇球王夺冠，中国女子斯诺克迎来金希晨时代。哇，这又漂亮又是世界冠军，什么样的人生？好耶，好他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。哎，不是，我该看那个女儿们的恋爱了，那个节目啊，每期我都看。哦。我上去换个衣服。 不是，我煲的汤，这次不能喝。金希晨以10:5战胜传奇球王夺冠，中国女子斯诺克迎来金希晨时代。 金希晨选手于近日抵达国内，并预计在国内进行。事到如今，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？
我已经不想再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了。不喝就不喝。 挺好喝的呀，算了，他没哭。谁说我没有福气啊？啊，糖糖，有进步呀，真的？那你都喝了？好啊。 哦，开玩笑的，那么大一锅怎么喝得完？嗯，这一锅的确喝不完，不过我可以再喝一碗。爷爷和孩子们都睡了吧？啊，都睡了，很安静啊，现在就只有你和我。 干嘛？蚊子。蚊子。嗯。哪儿啊？哟，这儿也有一只。哎呀，哎。哦，这也有一只。嗯。不，这还有。哎，这也有蚊子。傻蚊子，你哪有捏脸的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蚊子。你看，哎，那边有蚊子，那有蚊子。糟糕，浩宇，你怎么这么幼稚？明明执着，想要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。